大家好，我是钟辉啊。看着我面前这头，皮包着骨头的毛驴啊，它的蹄子是一个塞的，一个长的。咱们看看它的蹄子啊，非常的痛苦，一个面向前方，一个面向后方，这个蹄子。咱们看看啊，让师傅给它修剪一下，把它拯救过来。看这两个蹄子啊，这是一个超厚的，这是个前蹄子。明天过年吧。这是一个靠前的，这两个蹄子特别痛苦。看这两个蹄子，这毛驴特别痛苦啊，不吃不喝。这车吗？这车。开始了啊，放剪刀了，看能不能修过啊。对，拧下耳朵。就是专门修这个载体啊，一个面向前方，一个面向后方。啊？腿上。嘿，他是不是疼啊，师傅？你给不疼啊，别的这是。嗯，别的疼是吧？现在看都不行，我们把当然严谨，当然狠狠的包。那我以后再谈谈再说嘛，谈一谈，谈谈。行，落了。那个得做多。哎，对。好。要吧，差不多吧，应该。啊，那一会儿这家伙坏了，坏了，两层是吧？裂，你看里边跟豆腐渣似的。不是没客户，前两天嘛全部烫鼻子，现在稍微好一点了嘛。稍微好一点，现在。开始上凳子。先落底部。行行。不动，别动啊！这毛驴啊，很痛苦。四。
还差一点啊，再来上一点。就行，必须要那个比较高的，屁股宽的。可以。对对对，嗯嗯。老弟，落，真看。看这梯子啊，这大长梯子，哎呀哈，你看绕过来。往下一个，一会儿给他等一等，等等，一会儿正正骨，就差不多20-30块钱也可以。下来去装一下。那没事，可以，修了那边是吧？练车，你还不是分层了？嗯，就是分层了。行，我现在转给你。现在32块多，小骨头。行。应该是去。行，可以。胳膊给我看，嘎嘣一声，是吧？胳膊。行。好了。不是啊，用手给掰掰吧，掰在不里。哎，你看师傅给正正骨啊，站住，正骨，中了？不是中，咱这筋扯起来了的啊，这是正骨吧，师傅？嗯，小力吧。哎呦，呵，对，撂平了呗。嗯，这样是。那梯子啊，特别漂亮，看，师傅给正常正骨，完全恢复健康了。小绿娃子吧。好了，走一走看看，哎，行了，能放平了是吧？落平了。那走。哎呀，俯首如柴的毛驴，终于师傅把它解脱了啊。